对，差不多。哎呀，我这几天第一天早上醒来发现少了200，第二天早上醒来少了400，第三天早上醒来少了600。但是我坚持一个原则，就是你知道，就是管不住。就 Reddit 上有人发帖说，各位，既然你打算拿5年，你涨也不卖，跌也不卖，那你为什么要一直看这张图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其实它涨跌和我没有关系，但是我就是忍不住要去看看，靠。但是这就是割韭菜，因为我看到了，他那个很多交易所，有很多人散户从自己的冷钱包转到交易所，就是为了卖嘛。结果同时，却有大量的资金集中流入了一些冷钱包，就是意思说是散户都进来把这些抛售了，然后有一些大机构，他们再把散户卖掉的币买回来，然后直接存进冷钱包，趁这个跌的时候割他们的。对，就像就是比如说1000个人的币转到交易所，结果这1000个人的币的等量出去的就2个钱包，那肯定不是一般人在买。那但是这种不都是这样，就是炒高跌，然后机构进场接盘，为什么这些人还没学会呢？我认为，如果他怕的话，他就不应该投资加密货币，这么好事。啊，这里怎么会有暴力人口普查啊？Listening is the key to life. 黑松林哪来的暴力？看看啊，是不是标错地方了？不是，不是，他标错了。对，您点加入活动，有的时候是我有一次就是我看到一个，我旁边有一个叫什么？那种什么什么部落，然后我一点加入，我没看嘛，我一点加入给我传送到谷地商场去了，然后6个7、8个爬五虾在搞，就很恐怖。抽查一块半的是可乐给我，我在黑松林吃沙。你为什么不创美日常行动？我们先加那日常行动队伍呗，加他那个队进去，先打这个，一只鳄。我本来是想拿这笔钱给鳄买500只沙吃的，结果现在只能买200只沙了。好，我先进去了。你先拿着。哦，他一个人打10分钟，这人要干嘛啦？哎呦，大哥，我们自己创一个吧！靠，我服了呀！他一个人打了10分钟，然后就退了，我不知道他在干嘛。一个人为什么要打？不可能打得过的呀，解谜，他怎么想的？啊，这也有可能。但是解密这个模式不适合刷子弹吧？动不动就死，动不动就死，你子弹收的治疗针都没了。你要里面待太久的话，我创个新的。我去换个传奇就来。饿，别看着我。你知道吗？你要吃的鲨鱼在那边，好不好？它不可以吃人，鳄鱼不能吃人，鳄鱼是好鳄。人家可是主龙，你不要叫什么无礼。人家可是啊，恐龙他亲戚。怎么这样子和恐龙说话呢？
鳄鱼其实不就是腿短了点的恐龙？它长得也像恐龙。哎，你怎么说恐龙臭呢？是的，哦，你才臭呢！鲨鱼，鲨鱼是如何排尿的？鲨鱼是如何排尿的？鲨鱼是通过流汗啊，臭的要死，臭鲨鱼。Go，吃鲨好累。Someone's been intercepting our communications. I'm a private guy, so I'm none too pleased. Whoever this punk is, let's shut him down. 今天是今天不知道，别是迷彩就行，求求他了。不会还是迷彩吧？还行吧，总比迷彩好，起码可以锁敌了。这个模式最好找的图是哪一张啊？啊，对对对对。不，96号避难所才是最难找的，太大了。有 B 模式的话，没有 B 模式的话。吃沙。走哪个？最近的是这边。怕我超重。No， 臭鲨鱼抢我的东西，我要吃鲨去了。One down, two to go. You need to take out another. 其实如果这游戏一开始就有日常行动就好。因为一款 MMORPG 没有日常副本，不是搞笑的吗？哪有一款 MMO 没有日常副本？它可以开始，而且这个刷子弹也很需要，毕竟这个游戏子弹初期很不够用。如果当时新手有这个途径刷子弹的话，特别是我辐射七的，我玩了2年，我都没敢用切换，因为这东西太难了，太麻烦了。但是现在我可以随便用，总算可以随便用。他搓的是很多，关键是你要去采溶剂，你还要去做，那个很烦人。你还要定期，你要采那个溶剂，你要定期下核弹井，更烦人。又有人卡那个 bug， 我靠！他才5毫米给的好多，我2发打死一个敌人，他给我40发。他这5毫米是不是给旋转机枪射击的？就旋转机枪伤害低，但是射速快。但是由于他有手摇加特林这一点，但是他2毫米给的好少啊，电磁弹。2毫米电磁弹。但那个打得又很快，看我们四个不应该扎堆，实际上这样效率低。我下去吃沙。辐射什么时候能出个海底游戏啊？你会发现辐射从来没有出过海底。出个海底20000里，哎，不是，辐射四一开始就打算做的，还真的是用这个名字。你应该听说过吧？辐射四那个废弃的任务，海底20000里。
本来就是打算做海底任务，结果后来就没七六到现在，但是七六有一段潜水的，就是那个钢铁黎明有一段潜水的桥段的任务，很有意思。辐射系列如果我没记错，以前还没有过潜水的任务吧？就长那个 cos 我找不到。Approach with caution and make every shot count, team. 最后一个点。是沙。怎么了？该吃沙了。人多力量大。好，这两毫米打了这么半天才700发子弹，我的五毫米已经1000多发了。五毫米给的太多了。你想，如果投资有这回报率，你给两块钱，他给你40块钱；你给20块钱，他给你800块钱。我靠！噩梦做的我已经亏损了600刀，我已经亏损了3000块钱，3000块钱。啥？钢铁兄弟会假，我不早解锁，我身上穿的不就是这假？不是，它就是一套甲，而且是除了秘密服务以外唯一一套能装 TTV 包的甲。这些比秘密服务帅太多了，它属于那种厚重的军事甲，不是那种风暴兵甲。我喜欢兄弟会的这一套。今天给了我肉袋储存箱，这东西我还真没有。怎么了？这个啊，我有，靠，但我都不记得。我有，但我不记得。过来给我可乐，臭鲨鱼。好，我来。饿？你怎么了？你饿了吗？不能变成温迪饿。啊，我就搞笑这个书店的效率哦，他寄那本书，到现在还没寄到，我这周作业要丢了，他要再不寄到，我又要发邮件去。我现在52级，啊，哎呀，完了，我领了那个传奇券，但是我传奇券满了。1000呢？1000就是上限。关键我没法，我就是我每天传奇多的我都换不完，然后我就超重，你知道吗？我也不敢去总是抽奖，但是这就总是晚了。哦，对。我只能去换一换避难所钢铁和传奇模组什么的，反正传奇模块以后大有用处。就臭鲨鱼喜欢抽奖，地下城你也行。你干脆等传奇制造上线再做。
现在太亏了。你多买传奇模块啊，传奇模块一天能买500个，那就是花500芯片的量，以后都要用那东西的感觉。占储存箱，我估计换了几百个了已经。今天要干3只传奇生物，这个有点儿啊，不是神秘生物，神秘生物。兄弟会什么？你说是奖章啊？奖章是墙壁装饰，我把鳄鱼的嘴捏扁了，变成了鸭嘴鳄。无论是什么鳄都能吃沙。德拉夫顿怪物呢？不会死了吧？啊，他还活着。Come on！我要掉线了，我感觉。啊！最近几天我天天掉线，我不知道怎么了。最近几天真的，我昨天连掉了3次，就是我上一个服务器走了2步掉了，走了2步掉了。我差一点点就把它搞死了，怎么这时候掉了呢？哎呦！这服务器怎么了？这几天抽啊，在这里。鳄都被吓坏了，我要去吃饭了，赶紧做完，他还这么麻烦。这600刀其实能干嘛呢？能干嘛？能买VR？不买 VR， 我头晕。可以买那个啊，其实600真的干不了什么，但是我的2000可以干很多事情啊，比如说我再加1000就能买 Surface Book 4了，3000多，或者我可以买2台 iPhone。但是我觉得 iPhone 买不买没有多大意义，因为我觉得11完全不够。加个休闲队，我怎么没看到？哦，你在这里。鲨鱼被吃。完成一个日常任务，但是他们在做罐头，去一趟。哎呀，今天又是舒适的阴天，我最近几天掌握好了平衡，就是我窗户开一条缝，开一条缝，落地窗嘛那种。其实你开一条缝，总面积已经很大了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之前开了一半，天天感冒。然后我开始挖矿，这样我就平衡了，非常的舒适。特别这几天是阴天，阴天不要太舒服。但是我因为昨天又暴跌了，我晚上看是58刀，我挖了一晚上又变成了57，电表倒转。越挖越少。但我是真的，这次我的显卡是充分利用的，我从来没有这么利用的。但白天用它玩游戏，然后用它剪视频，
用他上课做设计，晚上用他挖矿，他一刻也不歇。这1200刀花的物尽其用，实在是。3080是我买过最值的显卡，我在此一定要称赞一下。关键现在加拿大已经基本不可能买到原价显卡，就是不是不可能从正规销售商那里买到显卡，因为美国有很多补货，你只要抢能买到。但是加拿大，我查了上次补货已经是在4月份，也就是一个月可能一两个月只有一次货，一次货就个位数每家，所以根本就不可能，只有黄牛那里。我没想到为什么会这样，我当时买的时候，虽然我等了两个月。但是现在那些人等了4-5个月都没拿。我当时那两个月用笔记本玩了 Prey， 我玩了 1080p 全高60帧，所以 Surface Book 能玩游戏一点没问题，就是辐射76帧数很低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对，就是，而且不知道为什么 NVIDIA 知道还是怎么样。我记得我一开始玩辐射76的时候，在 NVIDIA 上面设置，它给我开的还是中高，但是我现在如果自动优化，它给我开的是中低了。一样的，一模一样的设备，没什么都没换。对，76的优化是越来越不行。你知道最快的日常任务是在哪儿吗？阿姆登乐园啊，那几个项目，热狗厨师，你每天就做热狗厨师就行，太简单了。你找谢那个不是事件吗？我说日常任务。还有两种，一个叫事件冒号，一个叫日常冒号。今天要做一个日常，昨天也有。对，阿姆登乐园有3个日常，但是热狗的最简单。好，今天我课上给了我一份问卷，它是不计分的，就是它要 assess 一下学生们的学习态度。比如说第一个问题，如果有其他更有意思的事吸引着你时，你能多认真的学习？我全都选了还行，但是实际上完蛋。然后还有你能在这个，我能在 due day 之前完成作业吗？这个没问题，我一次也不会忘这个。但是他会问，比如说你的自主学习规划能力怎么样？我选还行，实际上是根本就没有。然后你会完成 optional reading 吗？我选的是可能，但实际上是根本不会看一眼。我觉得这都二是吧，2021年了，教授应该明白了，你要让人读的话，你就不能写 optional， 你写了 optional 意思就是白写。99%的人都不会，反正我遇到的人里没有人会读 optional， 没见过，从来就没见过有人。而且关键是不知 optional required 都没人读。我上次就之前还没有疫情的时候，就第一节课嘛，老师说 required reading 有人读了吗？班里有2人举手，真的，50个人。当时我还是小班，当时我们国际部是小班，现在不是，当时50个人里有2个人读了。required 不是 optional， 就是如果你对这个 reading 没有作业的话，就没有人会读，真的。对，除非有作业考试什么的，这个人都是这样，没有人想做没有回报体现的东西，没有立刻回报体现的东西。对，
你把《生化危机八》年的童话拿过来看看。我要吃臭鲨鱼。鳄鱼叹气。什么？鳄鱼不可以吃，不可以吃鳄。那些热狗都是鲨鱼做的。那些热狗都是鲨做的，你吃啊？绝对是鲨肉。这是日式香日式热狗，新式日式热狗。不准打饿。I got your hot dogs right here.但你从这种任务就可以看出七六的系统做的有多简陋，我就感觉整个这个任务是硬拼起来的，你知道？就每个动作，你吃东西的动作，各种延迟，搞得我就感觉是硬凑起来的一个摇摇欲坠的任务系统，真的。动作也很怪，你吃，然后你点的也很，然后还有延迟，还是这真的这。你跟我说独立游戏，我都信。但是星空那几张截图是真的质的飞跃，我靠！星空那几张截图完全就是星际公民的水平。但是还有人在那里和我说，这不是沙盒，这是开放世界。好，我服了。那沙盒定义不是很简单吗？我想就是。不就是说你不跟着剧情走你也能玩，你想辐射和辐射七六不都是这样，你完全可以无视剧情，说实话你爱去哪去哪，然后你还可以建造，这不就沙盒吗？还跟我说不是，哎，反了，我给他们解释一遍也没什么问题，毕竟这不是什么恶意发言，不像某些石头教徒，石头教徒非常的恐怖，真的。星空什么时候出典藏，我就什么时候买，真的。我买爆，靠！你想质量效应加上辐射的玩法，哎呀，香爆了。那种多种族太空歌剧，再加上装闭塞的装备系统，自由建造，我靠，无法想象，简直！你想，如果你能改造飞船，那比星际公民还爽，好不好？星际公民改造飞船，你其实也改不到哪去，但是闭塞这爆改，你看闭塞对于武器改装的态度，能把一把手枪改成狙击枪。但是他们之前发问卷就是问玩家会在自定义飞船上花多久，说明肯定在搞这个东西。这倒是，飞鸟其实是载具，关键是他们那个飞鸟有 mod 了，就是你可以像在 GTA 5里开直升机一样开飞鸟，看到了，就不久前才出来。就你可以控制飞鸟的起降，飞鸟的移动，而不是点一个点它送你过去的呀。但是这么说来，自行车能不能提上日程？我只是想要骑个自行车呀，贝克斯达。有这么难吗？自行车开得不快，和地形加载估计也没多大，就比人，就是我觉得自行车是什么，就是自行车可以以不耗费 AP 的情况下进行冲刺速度跑步就行了，不需要它多快。它现在不敢做载具不是因为做不出来，因为 mod 什么都做出来，主要是它怕大部分玩家因为它引擎优化不好加载速度跟不上，这个问题。但这个其实不只是闭塞游戏，你想 Minecraft
你开那个创造模式，然后你去快速飞行，很多时候也会出现加载没加载出来的情况。那所以自行车就设定在冲刺速度不就好，这样就不用耗 AP 进行跑步，也不错呀。迷你核弹有个 bug，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，就是经常显示他身上有三个核弹，或者地上有三个核弹，我捡了结果就两个，好几次了。然后在 V 模式里很容易就没了，就 V 模式你打出去它就没有爆炸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消失了。我身上带了一把厨具切，就减少 90% 重量的那一把，因为这东西爽，可以爽爽捡到俩我就当场用，比如说现在看我火箭飞行兵，是鲨，烤鲨鱼，核弹炸鲨。哎，开始下雨了，我就喜欢这个感觉。外面雨打在玻璃上，雨打在玻璃上，嘻嘻。我说我这里，我说现实里，靠，这雨打在玻璃栏杆上的声音真是太悦耳。今天是一个适合吃鲨的日子。嗯，饿怎么了？饿为什么要惨叫？我的饿现在在擦嘴，因为他准备大吃一惊，杀。神秘生物这玩意有点难搞哎，三个一般都是一个，他今天怎么这么苛刻？不是肉不算，就很难搞啊。这个格拉夫顿怪物、那个温迪哥这俩可以很快的找到，但是天鹅人不好找，就比如说，除非杀两个温迪哥，那不行。温迪哥都算，但关键是如果你不开那个事件，其实温迪哥没有那么长篇。 This is a level 2 nuclear alert. The Sinan energy plant WV-06 has suffered a critical failure. Hazmat teams are en route. 温迪哥我记得在哪来着，我记得在那个，然后我瓶盖要爆了，我靠！我也不知道哎，这咋办？臭鲨鱼，臭的要命！这些人也没卖啥，算了，我去换金条去。啊？我记得，温迪哥洞穴肯定有一只，你可以抄近路。温迪哥洞穴它不是有一个入口处有一个，你如果没有变异跳不上去，或者你没有喷气包上不去的那个地方，你可以直接从那里进，很快就能到温迪哥那里。换金条，好耶！Well。Gun empty. Check back every week. I restock fully. 我要吃。红。对，右边有一个可以跳上去的口。在几个士兵死的那个地方，我记得。当然了，这是一个辐射七六，我觉得比较恐怖的场景。你没去过吗？不可能啊，这是主线任务要去的地方啊。
那个掠夺者线，他让你去找那个贪食帮首领。对。我感觉我武力过剩了，就是我这把那个急流矿的那个手摇啊，它已经能应付基本所有场景。对，全都用了。全都用急流矿，就是他已经打可以所有小怪都几枪就解决了，那我其他武器其实我都不知道是该什么时候用。对啊，那些已经武力过剩，然后等离子投射器也够强，那个高斯机枪更不用说了，那把能爆更是就我找到一只温迪哥，但是我还要再找一个呀，有点难办。我要不去找只格拉夫顿怪兽。你看我都记得一清二楚，因为我玩这个老主线玩了三遍，我对他每一根毛都了解得清楚。什么叫真正的老玩家？你知不知道集合他们那种电台是怎么做的？他们是会先写个稿子，还是先写个大纲吗？就他们怎么能一直保持谈论有意义的事情好几十分钟呢？他们是有一个大纲的，还是就聊？就比如说下面写，我们第一个先聊，举个例子，如果要讲七六，就第一个先聊这个。啊，七六发售的这个情况，然后再聊七六里面的阵营，从响应者开始，然后第二个钢铁兄弟会，第三个异世界，然后最后再聊七六更新的未来，像这么有个大纲，还是就开始聊，想到什么说什么，还是说他们会更详细，就不只是有个大纲，还有一些关键性内容什么都写上了。臭鲨鱼还没找到吗？好，制作并分解一下动力甲。关键是这秘密生物不够啊，秘密生物。我记得当时这里有一个是，什么时候辐射能加抓钩啊？然后爬山，你想象一下吧，爬山会变成什么样？嗖的一下就上去。哎，我找到格拉夫顿怪物了，你的记忆没错，靠。就是上次我们三个玩的时候，我们三个不都在建房子吗？你记得吗？我叫你过来，在那个剧毒山谷有只格拉芬怪物，就这个地方果然会固定刷一只。我靠，还有鸟形龙，我给你留了，你快过来。鸟形龙也是啊，忘了，鸟形龙也是，是。那我不给你留了，这边有两只抗。赶紧！这个地方，那这个地方岂不是神秘生物宝库？记住了，以后要神秘生物就来这鬼地方。这鬼地方刷三只，这个干涸的湖里，这一个地方直接完成了。靠，他跑得这么快啊！这是什么？那怎么？这是啥？这个地方是宝地。
前面怎么有个无线电阵列啊？这边还有一些守卫处，还有沙袋，还有坠毁的飞鸟啊！这是什么情况？这坠毁的飞鸟还整个拉出了一条坑。啊，这是服侍人预警系统吧？我记得当时主线的，如果没记错的话。你咋啥也不记得？给这架飞鸟拍个照。今天天气不好看，不适合拍照。去拆那俩动力甲，我就去吃饭。鲨鱼，把鲨鱼扔出去，扔在阳台，让它被雨淋。水行，把鲨鱼的毛绒全部打湿。让它变成一只水鲨。这鲨什么时候在水里过？只有在洗衣机里翻滚的时候才在水里。日照，做个 T51， 拆掉。啊？好。看看今天的完成了，然后就是击杀一名传奇敌人，完成一项事件，建造工坊或 camp， 在 camp 中建造一扇门或一列楼梯，干脆把这个做。建造五个楼梯。我那个 camp 没预算，所以我改到这个了。建造水源十个。吃沙水源，水源吃沙。有水就能吸引鲨鱼，这样的话，不就能设下陷阱？啥？夏天。它路线图上都写。夏天，关键我很开心的不是那些，那些其次。我最想要的是剧情更新，总算有了。你更新机制确实是好事，但是你不更新剧情，这些东西就显得没有意义。他们一定要有新内容陪伴才行。我觉得他赛季不应该就什么都没有，起码应该加几个小任务什么的。电源连接器要造20，这是谁想出来的鬼？
到20个啊，总算做完。我的家里搞得就跟这路障一样。什么时候出第三个 camp 草位啊？我要把我的家建满阿帕拉奇亚。好的，臭沙，我完成了，我下了。今天几点玩啊？